各位空中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啊，真欢喜咱今日搁伫台湾的心情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台湾的心情，要甲咱来回顾，这正礼拜来咱所拄着、所听、所看到，咱应该爱知一切的信息。当然，这中间咱发现到人生。在威家四个兄弟啊，所整个集团呐，吼，所拥有的这些财产，银行团有去改加扣啊。那咱讲这个加扣啊，叫法院改驳回。啊，这个驳回才方发现就讲，哦，原来就是预计哦。银行团，你有70亿。诶，迄款债务，啊，你哪会敢来要求一个10亿的债权，要甲伊加扣啊？连法官、检察官都看袂起，就要甲驳回。当然啦，银行团又讲，讲，我迄加扣啊，毋是讲干呐，哦，这个10亿尔，我有其他的还佫配套，哦，啊，其他的3粒枪支吼。敢那一粒拍无准尔尔啦，哦，譬如讲申请70亿的本票的裁定，吼、哦，啊，拍袂得阿物裁定，甲这个10亿的高考啊的裁定，啊，这三种内底，既然都70亿的本票的裁定啊，啊，毛拍袂得阿物的裁定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10亿是合理的加考啊。啊，这咱听就听啊，足奇怪吼，算作合理。你若即个加扣啊无成功，叫脱散去，咱在人民替负担呢。你若加扣啊，甲70亿，有法度甲定心大部分的财产留咧，可以袂讲安尼脱散的中间，因为价格较少嘛。到到的70亿个加10亿，80亿，人伊都挺好，甲这个伊的财产卖120亿的时，啊，你也看卖啊，你就叫脱散去啊，脱散去了，你也知伊害偌济台湾的百姓，遐性命，遐丢干的，像于天真唔甘愿伊的查某囝30岁外年都丢大肠癌，伊嘛怀疑是这个乌心油，其他卖讲啦，迄些罪甲，予大家惊。啊！这些人对这乌心油刺激到咱的细胞，和咱的细胞游离基 （free radical） 会做起来，做起来了，伊就真容易甲咱拍对别个器官组织，来着无同款的感。这是一个插入门、插路机呢，你袂使会有这个机会呢。所以，唔是讲干那票面上遐70亿还是10亿。根本要紧的是，这款的集团在台湾袂使会存在啦，所以爱灭顶。为着这个灭顶，伊也有真侪问题发生，所以周一课，今仔日啊，罗志正已经上网络，嘛不是上网络，上央视啦吼，落去跟面对面来去辩论，来去讲清楚、说明白，因为。利用隔空放话吼，大家拢讲伊玩弄伊玩弄，啊！你若毋是小门神，你若有迄权力做一个总统府的副秘书长，就会使去甲顶新界人拜年平起平坐，你受着啥人的收束？啥人是你的头家？这较要紧啦吼，讲清楚说明白，互阮知影讲你代表是马总统还是？骂的国民党，还是骂的竞选团队，灰沙沙，这条钱安怎乌龙蛇道？不管李彦哲讲，诶，讲5亿、5亿，大概10亿，还是有人讲是2亿，啊，有人讲一条都10亿，不管都是亿啦吼，一来一去，阮实是无法度思考恁这款好野人吼，安怎哩乌龙蛇道，安怎算钱啊？但是这是阮台湾人民。用生命换来，本来相信恁的品质，
恁的产品。哇，侪人是自细汉就用着味全集团的这些产品，啊，你甲味全买去，马上就变做啊棒球队，咱讲说野球吼，诶，这款做假拍假球，害着这些棒球棒盘，你无买去进前拢无这款垃圾的跋筊呢，野球哪会使掺杂着这款搅局拍假球，啊，底下互恁这些人，这些搅客底下咧耍。这个运动家的精神都无去啊，所以对台湾的伤害已经不是咱咧讲两三句话啦。哦，所以今仔日周一课，甲这个罗先生啊，恁当头对面讲清楚、说明白，卖过多遐安尼加你足无辜的啦吼。啊，我相信啦吼，也周一课这老练的老记者。大概有法度把这个真侪内幕啦吼，罗志强不是罗志正，罗志强吼，伊到底是安怎做于天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说于文呐、啊，马政府以前是台北市政府的时，伊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于文，马英九所有。摕假发票去买因查某囝的物件啦、注册啦、买三角裤啦、零配啊，遐钱买使报销，所以这叫做大水库原理。但是技巧的替伊摕发票的，迄、那个办公室主任余文，实在向你来关，关了，当然偌济好处，咱免讲嘛知啦吼。了的是咧，等下了，台北市政府为着伊专工。召开要予人来啊，找头路啊，干那处理一个啊，卖讲骗人遐济啦吼啊，这就是人有权势人会去算啊，即款会去算的吼，咱都爱用人民的力量来监督，因为政治家真多蓝绿不分，拢会去算做伙，大概叫啊交换条件嘛，所以咱即摆希望政府所做的代志。哎哦，科批，拢总该上网，拢会透明化。这是咱高基站，以前咱台中后里方圆遐的民意代表，就是咱的官议员吼。即摆大台中市或者市议员，伊可能即个出来选立法委员啦吼，会补选，还是后届，总是伊捌做过公务员。伊嘛知影讲公务员不需要，必须要伫个议会和议员来询问。啊，伫议会内底攻防真精彩，你若无报出去，人民唔知。所以伊要求国会、议会资讯透明化，哦，来到咱的节目内底，定定拢讲即款的资讯，啊，这确实正确。哦，伊还佫努力，希望这个将来变做台湾一个。好的立法的议题，我真侪人弄法都透明，知影政府你咧变啥，包括啥人去关税，你去摕什么资料，迄资料马上公布，毋是干那议员知，连咱一般的老百姓嘛爱知，即款科批的精神，照法都可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科批要予台北。警察局的分局长讲：“你即摆若发现着华伦功，搁伫个101头前去予中国啊拍，我就马上找你。你就爱准备好落台。这个话吼真正确，所以迄个分局长是点头点甲敢那哩啊，咱讲哩倒冲啦，敢那哩。”倒啊，把东西倒烂，那个倒冲就是虫啊。哦，因中国啊，唔知奈发明这个名词，哦，可能就是迄虫啊，放在迄个蒸锅啊内底安尼，烤烤烤烤的，伊的味较会出来啥吼？讲这款的动作，是，或者你倒冲啊。不管如何，这个信义分局长叫柯文哲柯P，
台北市长该要求了，严格了，唔知是不是真正这单纯，为着这个原因啦吼，啊，昨讲这两天啦吼，讲已经上公文来辞职了，啊，伊的夫人伫个消防大队做秘书，迄嘛辞职了，因为拢是警官校毕业的，啊，这两个这拄好的辞职，互人联想讲啊。因挡袂牢科批这个历史，历就是严厉的官史官吏啦，做官的甲陈定南同款，拢向讲伊是足严厉的官。做官严厉本来就爱，做官严厉才有法度监督这下面的官员，唔敢轻彩。做官严厉才对得起咱服伊的抓落个钱遐薪水，咱拢爱饲因呢。咱饲因的目的是要让因的专业来服务咱的，伊是咱的公仆，啊，这个仆人呐、啊，做未来，不爱做，干那会晓讲破 LP， 正经要保护一个自由地区，华伦讲要安那整治，啊，要那修身养性，啊，你中国啊，就会使甲拍，你难捌看过迄个影片吼？你摕你的迄个做。随身带来，等于说随时考核你。看迄中国啊，特别是这中国查某，甲因遐垃圾人，安怎伫101头前欺负这些华伦工，这个练功夫的一个信用的单位，你凭啥摕5000几块甲拍呢？这款的吼，那国叫科比看到，拍摄请你走。这吼是正当的哦，正当的要求哦。这无过分呢，啊！你若无多，啊，请你紧走，要做你这个分局长的人，满死鬼，迄大家是吓得要命。这个无愿意为着台湾来付出的，这个敢若法度伫个垃圾政府内底做拍手的分局长，你款款的，把我款款做你走，台湾无欠这款的人。咱在老实讲，咱台湾爱就是像科比这款的精神，为着。台湾的政治，虽然伊嘛有私心啦吼，摕到一票30块的竞选补助款，有2500几万的左右啊啦吼。做伊的夫人陈佩琪医生，嘛想讲啊，你嘛先甲咱的负债1000万先还老爸啊。但是咧，隔壁讲袂使哦，咱敢答应，这个补助款都是要用伫个公益的，台台 M149。先可以捐500万，剩的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这些机关吼，啊，这就是科批的决心。因某伫昨昏嘛用脸书改回信咧，讲啊，歹势，咱人拢会贪，哦，咱人会贪，啊，这个贪都爱互人民来监督，所以科批有想讲要先还因老爸啊这条钱，这嘛无唔对哦。但是开始你的诚信，你有敢讲安尼，你的诚信原则。所以虽然即马钱诶硬啦吼，手嘛真硬，要做真侪代志有困难。啊，这就是吼，政治家为家己诶言论，为着伊家己诶诚实来负责任。我咧讲，这下个拍破啊，真正甘心啦。以前摕到补助款都无爱好人诶，包括前行动诶创党主席赵少康。选择台北市长的选举输去，但是伊的票嘛足悬的，迄条钱摕咧，伊无爱管好伊的行动。行动是新的国民党，至少伫有理想的这些青年，对向阵的赵少康啦吼，遐人出來相当用，比即卖宋楚瑜因这亲民党搁较用。但是行动就是安尼啦，极右派，啊对，一定爱痛啦，甲中国吼。甲台湾痛起迄种痛，无你过来你去痛中国，我嘛无反对。唔是咧，伫因中华合民国嘅迄个吼，因为迄个做法律内底吼，讲既然甲你写讲终极统一啦，讲咱要向终极统一啦，无你嘛写清楚，我们要终极统一中国，对无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啊，垂落来，亲像咱有够力。去双向人升级，升起来美国国唔敢改，你敢改就还甲颠落去。讲白，甲你买军购，叫你美国退出台湾，
即马伫个台北阳明山内湖的所在，吼，迄要甲你租99年哦、喔，啊，99年够，阁会使阁租。美国的 AIT 呢，伊讲是台湾在台协会呢，做一个协会尔尔，伊的理事主席。协会的理事主席甲张医师讲，我嘛做足侪医学会、什么协会的理事长，英语名拢叫做 chairman 嘛，是叫做 president。啊，我做遐侪协会，我敢会使入去总统府叫阿扁总统两届做总统的就职的演讲，甲改做四部一没有，不准阿扁改国号、改国旗，什么哦，什么宣布独立，什么什么。啊！不准于公民投票，公投是人民的权利呢。哎，你做的 AIT 的理事主席嚣掰架呢？阿扁啊，只好吞落去。两届拢讲四不一没有，啊，你就知讲 AIT 理事主席杨书弟 Stephen 杨，迄款明明就是叫别啊，美国的 FBI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。会大赛啦，迄款拍手名都袂使讲，叫做大赛，一定要讲叫做非官方组织。连双向的内底，咱伫遐咧办公，所谓的台湾驻美代表，迄个根本毋是台湾国的代表，迄是中华人民国伫咧因过去不曾经拥有的这个财产，双向的内底办公，替台湾人办一寡事务，迄种无要紧。但是你打着美国的红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不准你变作国家，不准你国家唔知有国旗咩？国家唔知道唱国歌，国家唔知道有军人穿军服底下颁奖啊！这个驻美代表哦，这天就是跟你讲吼，那穿起头啊咧，国外的兵兵叫啊咧，就是伊是偌大咧、啊，但是这个向修理了伊就知啊吼。在美国遐叫你不能放屁，你一个屁都不可能放，这就是台湾无国家地位了。咱无 sovereignty， 无主权，咱干那有行政权。你有宪法，有民法、宪法。美国给你算，你嘛是算你的总统，但是迄是门关起来，家己拍手枪，话送，有三小路用嘛？去到一个双向园，讲是你的财产的所在，你煞未使成一个恁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哦 ，Chinese Taipei 流亡政府伫台北。连这款的身份都无啦，所以去用定价呢。哦，啊好啦，啊这就各家来拢知影，咱台湾都是35年前美国用的国内法，伫国民投票通过，95%的人拢通过台湾管理法，台湾 Relations Act， 这个台湾管理法来管台湾啦。所以台湾阿爸，俄皇帝的阿爸，迄个。顶头你甲你管的，就是美国，啊，这一定要知吼。听咱这部的听友，你若无清楚这项，就是你是一个中华汉民国的国民，你就错了。咱是台湾人，咱将来要用公民投票，要用革命，但是非暴力，唔免老会革命，大家站出来投票，还是像车臣手举起来，拄动到因的政策，甲因的政策用玫瑰花。茉莉花弄来庆靠，大家手人肉锁链卡出来，宣布台湾独立。安尼，你美国一个屁都不敢放，可惜咱即摆四分之三以上人要和台湾独立的迄款人也少，因为大家拢惊，惊我独立就去中国啊拍，讲中国啊对安尼背天唱地，我都唔相信。中国啊向当时会记无？77事变、918事变，去日本啊，顶个弯过起穿，啊无闹者，蒋介石拍输招赢，两支脚入一副蓝帕，拼来台湾，叫美国啊，甲咱笑笑讲，啊哟，你台湾那哈衰，叫中国国民党接领，人个日本哦，结两粒原子炸弹，美国个结两粒呢，人即马恢复啊，做做历史呀，日本也降低。伊个经济拢用起来，用个有法度借钱予世界，包括中国在内，你也看卖啊！啊，恁台湾哦，
讲恁好运，才是歹运啦。你若歹运去结两粒原子弹，因为向阵台湾是日本啦，日本国个台湾，你若结伫台湾吼，你都唔免去学中国啊来甲你托管，啊一托将近要七十年，佫袂行你。变甲咱国唔是国，啊家唔是家，完全去学一个强势的政权、垃圾政府来甲你统治到今仔日。袂过这人嚣掰，嚣掰甲台南议长的选举。会使你用买票议员的选举，搁买票搁当选做买票的第一议长啊，主宰议长，安尼搁加嚣掰加呢，加定偌清的，门都没有。恁中国话讲门都没有，试看卖啊！李全孝，你莫叫是你台北，以后议员入来正曾经嚣掰过，去甲台湾人的台湾户一户二六三万家的台湾户。咱讲说台南啦，台南以前说台湾哦，这个台湾台南府试看卖啊，看你有法多个偌清点，这个有理想，比科比阁早半个月都个政治现金停止，科比看到半个月后伊嘛停止政治现金，伊买手挂迄个魔戒，贪心提钱的魔戒，你看台湾人是真善良，对。台南开始，台北科比嘛学落去，这两个拢大家咱学落嘛，大家咱支持哦。所以这就是咱伫拜布要求胜，哦，咱嘛曾经栽培出来。张玉树虽然不是民进党员，但是看到民进党员不动，伫台南安尼明明好好叫，活甲输了了，就是咱民进党支持的这偷酒仔囝，嘛会作弊贪心啦，看到钱这个魔戒哦，偷袂起来。所以咱唔好学，咱为着咱的将来，咱的子儿孙伫这个台湾、这个汉子啊、这个土地要久长来生活，咱袂使哩互因算计。加在啦，咱阿扁总统嘛已经出来啊，阿扁总统昨昏嘛已经到长庚病院做四点钟久的体检吼，虽然有较退化、较差，但是陈俊胜吼、陈顺正医师啊吼，迄张医师真好个这啊。台南哎，不，算高雄长庚医院的脑神经内科哦，不然在台中演讲啊，阮阿米巴社吼，伫个啊伊演讲的这个饭店吼，也算是一个建设公司借阮租阮啊了出来边啊日本料理店啊，伫遐食饭哦，讲到阿扁啊代志，足愤慨，足愤慨，加在啦吼，嘛完成了伊的心愿，阿扁啊，头一个出格了，就是去。中间找陈教授来体检，希望有好消息哦。因为这甲咱阿扁领地到安尼，啊手一秒钟踹八个啦！你做我看，一秒钟你要哪着八个啊？踹！哦，还是可怜这总统的头壳，互你来乌甲规拢总走精的。无要紧，最后都消毒会着，咱再看卖啊！希望陈医师恁的团队吼，该好好啊拯救。回个建功等来，啊，这个成龙啊，因囝吼房祖名，你也看卖啊，讲干那个判这个，两千块的人民币操作就使开出来，啊关一个六个月，啊关趣味的嘛，所以中国伊的网友嘛知影讲，哎呦，轻轻啊判六个月。过两千块的操作，迄就无够伊去占酒店去开查某一工所开。因老爸也是安怎呢？去用俩干爹就讲，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卡屁！天下查甫人无拢总像你遐垃圾啦！我凊彩讲几下，互你听啦。那迄款垃圾的吼，孙文啦、啊、吼，蒋介石啊啦，蒋经国啊，迄就有影拢垃圾开查某专家，历史罄竹难书。啊，咱台湾人哦，凊彩讲，高俊明牧师啦，哦，林义雄律师啦，请因甲咱讲，因敢有亲像成龙这款哦，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？台湾人哦，90%凊彩讲嘛，无像你遐垃圾。啊好，但起码你有够力，甲林凤娇藏起来，嘛后来再讲，那是林某生着这个囝，养尊处优啦。咱台湾，这个朋友啊，戆戆去遐，会带去吃毒。
啊，食个身败名裂，哦，九把刀嘛，足伤心的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成龙因囝，迄、那个大名爱，互咱大家知道，叫房祖名，姓房啦吼、哦。成龙是姓房的，成龙是伊个艺名。这个房先生啊，房成龙啊，恁囝叫房祖名，你祖先的名啦。你要纪念祖先垃圾名，恁中国人都是安尼，即款垃圾咱不爱学。我唔是讲所有的中国人拢歹，是遐当政者遐垃圾的。所以中国人伊嘛知影讲，哎呦，轻判哦，啊轻个判刑，好像在演一出戏。在中国肯定塞钱呐、啊，有人讲肯定塞钱，有这么好的老爹，不用请律师啊，那就请律师。在中国有关系就没关系。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、哦、所以人伊有关系就没有关系。哎呦，拄到这吼 ，BI 啦，哦，咱因的 BI 咱卖学，然后咱台湾家己诶，这个文化家己的水准，唔免叫中国阿拖的。李宏源虽然就爱高金素梅。哦，伊嘛困来困去啦，哎呦，高金素梅是甲人困的太济啊，是罄竹难书，困着靠骗的这个李宏源，然后嘛大书记甲约会，然后强掠干，伊嘛讲啊，阮某都无反对啊，你嘛无多安怎，伊某嘛做大学教授啊，无是变安怎，都有即款中国性的查甫人吼，都、就是即款的，但是至少有摕因的亲民党的宋楚瑜出來，譬如吼迄个柯文哲柯批啦讲。不要让领导同意了吼，爱请宋楚瑜、盛公因的团队的顾问啊，好好啊，甲柯文哲教者。我咧讲柯文哲吼，迄头壳已经是属于亚斯伯格自闭症，即款自闭症吼，你甲讲伊会听啦，但是做袂出来。哦，你用好心，你甲教，唔是你歹心。我嘛感觉你提宋楚瑜这讲法，我嘛同意了，爱甲劝啦。弟弟较苛刻啦吼，啊，无伊教育亚斯伯格症候群，足屌的善良信息，甲你讲出来，哦，对着这个台北信义分局的局长要退，就是讲了伤白，正人头前安尼甲讲，伊知做袂到嘛，伊知讲顶头叫伊来放水嘛，叫中国来拍台湾人嘛，所以做袂到，做袂到就爱放肆，不如即马死，即马就死啦吼。啊，这嘛无多啦，这都拢对，即中国来台湾占领以后吼，甲台湾的人生完全改变，用迄台湾的迄款哦，善良道德的人生，啊用安尼钱甲你拱落去，迄四个囡仔安尼硬甲你创甲咱煞无一个人生，咱啊失去咱的即款台湾的自主，这都是咱足痛心的。希望听咱节目的台湾人啊，大家做模范，和咱的子子孙。真正用科批这种亚斯伯格症候群，袂骗人，无需要假，无需要甲人底下哩，伊有时说甲人底下哩看清因切，哦，底下哩安尼，人讲裙带关系啦，拢靠着迄裙呐，穿裙，穿迄下配大裙带关系，就是生殖器官，哦，干来干去的关系来去做朋友，无需要啊，后世某会使甲人讲家用的。哦，迄款的哦，你听起来真恐怖。后界张师傅有时间再讲给你听。你看，咱咧讲，咱的牵手安怎讲？讲阮某有无？阮就是多数一群人，阮某讲是阮的啦，唔是我的某呢。你看咱台湾人善良到底干呢？啊，古早母系社会，当然查某上大啦吼，伊要甲相困就甲相困，可能系安尼形成即款的文化，但是唔好，咱这样在改。哦，咱某嘛某主权。十波嘛，十波主权。当然，世间你要平衡，要平等，要和平，无简单。你看法国《查理周刊》十二个报社的人去用扫射，哦，迄可能是伊斯兰教啊，迄个说 ISIS 啊，是迄款哦，宾拉登迄种的，迄种极端组织的。哦，你若拄到迄，无法度煞，震惊永远，震惊永远，你无下面，无和解，未煞。这嘛做做咱的，是一个无面子啦。咱将来台湾然后出着好的领导人，有法度真正男女同读会和解。你都要先把恁过去做的垃圾代志拢承认，
诚心诚意来道歉，当然怣到也会给您原谅啦。但是你连这都做不到，是的，当然不需要给您原谅，小度会到、哦、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台湾的心情今天就说到这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